Parker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贝乐虎，天上倾泻下来了，小朋友学会了吗？我们再来一遍，复习一下吧。《望庐山瀑布》，李白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《乐游原》，李商隐。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临近傍晚时分，觉得心情不太舒畅，驾车登上乐游原，心想把这烦恼遣散。看见夕阳无限美好，一片金光灿烂，只是将近黄昏，美好时光终究短暂。小朋友学会了吗？我们再来一遍，复习一下吧。《乐游原》，李商隐。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贝乐虎。